光里，因为有温暖和甜蜜，默默地陪伴着让它生生不息。生命充满着感激，滋润着渴望的心里，无言的我，真诚的你，陪我走过了风雨。如果我哭了，感谢你给我的泪。如果我幸福美满着与我们感受爱和热。最近去看课文了吗？去跟不去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你车从哪儿来？我打车来的。也是啊，骑车穿西装不合适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穿西装真的挺有样的。是吗？嗯，那就这样。希望你能找一个好的伴侣。你也一样啊。车来了，那我先。哎，那个热水器那个左边那扳手坏了，修修再用啊，小心烫啊。呢，快给我开门。哎，钥匙，哎，饶点声。哎呀，钥匙呢？啊，来来来，进这屋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什么破地儿，连个厕所都没。慢点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躺着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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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喝，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呀？谁说不能？海量。把衣服脱了。
给你倒点热水洗啊。啊，不了，我就用凉水。我不知道老大昨天的事儿进行的怎么样。啊，咱问问他。哦，建国，你还不起啊？上班该晚了啊。啊？没人？他昨晚上啥时候回来的？不知道，咱们躺下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。按说这头一回见面不会这么晚呢。啊？好几的人了，白虎，你先别急啊，有话好好跟孩子说啊。爸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象的啥样啊？你鬼鬼祟祟从人家寡妇门里出来，我能想出啥样？你让孩子爸爸说完。好，好。你说，我看你咋把你干的好事说出来。我钥匙丢了。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反正我跟你爸睡觉的时候10点多钟了，你可还没回来呢。我昨天回来的是挺晚，我钥匙不知道落哪儿了。这个，爸，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您说。我能有心思干什么呀？那你上人家屋里干嘛去呀？我看他屋里亮着灯啊。人家屋里头亮着灯你就进去呀？人家清清白白的，这要让街坊邻居知道了那咋说？您要不这么大呼小叫的没人知道。哎，你哎，老爷子，你别，建国，你跟你爸怎么说话呢？你爸他不能生气。爸，我说的是有点过分，可我真没做什么呀，您还让我指天发誓吗？要不您自己到孙素颖屋里去问问啊。你不要脸，你爹我还要脸呢。不，这要不这样，等您气消了咱们再说，消消气啊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啊，怎么了？别跟他们提我喝酒的事儿。啊。都不相信了吗？再说，马大夫眼光那么高，他也看不上我这样的。对了，大妈，有些事儿马大夫不让我说，可是我憋不住。他这段时间啊，老喝酒，昨天晚上又喝多了，吐得跟什么似的，钥匙都找不到了。后来。我怕他吵醒你们，我就把他扶到我屋里去了。哎，我觉得马大夫他不容易，他又怕你们两个老人知道了跟着操心，所以
他就老偷偷的喝酒。他也不容易。哦，您过来，您过来看看。干嘛？您看看，这都是他喝的。再怎么说，也不能上人家寡妇家去过夜。哎呀，他都喝的人事不省了，还知道什么呀？他喝酒去了，没去相亲。看啥呢？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把人家床单都吐脏了，你去帮一把啊。哎，老头子。你觉得小孙这个人怎么样？好人。还有呢？还有啥？给你当儿媳妇怎么样？老头子，咱们费了半天周折找了一圈，这人不就在跟前吗？你是说他？你觉得呢？你看咱们大小子现在的问题是赶紧找个伴儿。小孙，你刚才说了，人好，而且我看他对咱老大也不错。还有一个重要的，我说了你可别说我。人家有房子呀。哎呀，合着你找儿媳妇就是为了房子呀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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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你要说我吧，可这是个实际问题。你总不能看着老大下半辈子租房子过日子呀？那，你真觉得合适？光咱觉得合适不行，还得看看人家的意思。大妈，来来来，快坐。您怎么不在里面坐呀？我不在里头给你捣乱呀。没事，晒晒太阳好。我晒晒太阳，好，一边晒太阳一边跟你聊天。好嘞，好嘞，您坐啊。哎哎。哎呀，这超市也不小呢，啊？这里里外外就你一个人，怎么不雇个伙计呢？有个姑娘，她这两天回老家了。啊，你喝点水啊。哎哎哎，大妈，嗯，以后啊，您需要什么？你直接上我这儿来拿，别跟我客气啊！哎，我这什么都有，是，不错。嗨，你瞧瞧你，老跟我客气。哎呀，我什么都能干，给我找块抹布。大妈，您快坐着吧，我这一个人啊都干习惯了，一会儿就行了。您坐着啊。您老跟我那么客气，太能干了。你上次跟我说你还有个姑娘是吧？是，在外地呢。嗯，多大了？二十多了。哟，都二十多了啊？上大学学呢？去年刚大学毕业，工作了已经。都工作了？就是。真不容易，你看看。哎，那你可真是熬出来了。是啊，真不容易。嗯。她丈夫过世的早，她挺不容易的，一个人把闺女带大。闺女现在在外地工作，我看她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哼，她也需要个伴儿。你说话呀。我听着呢。我说完了。那态度呢？头一回哪能问那么深呢？哎呀，你这不是白费功夫？那条件再好，人家不同意，那不是也是白搭？咱们大小子的条件哪点配不上他呀？他干嘛不同意呀？这么说，他走了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是一个人过来的？还有我女儿呢，大妈。哦，对对对。要不是因为有女儿啊，兴许啊，我早就往前走一步了。那时候啊，孩子小，怕孩子受委屈，嗨，
到底孩子还是跟着受了委屈，不是？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花，哪够啊？啊，幸亏有我这个小院租出去，还能贴补点。可不，真是苦了你了，真不容易。习惯了。那你以后，哎，大妈也是瞎说啊，没事儿，你有什么说什么。我想问你，你觉得我们家建国怎么样？马大夫啊，人好，正直，有文化，还是大夫。啊，这大小子，来，跟爹喝一个。爸，我喝酒的事儿，孙素英和你们说了吧？我。请您原谅我，原谅我这么不争气。啥叫争气啊？其实我跟你妈也不算争气的父母。爸，家里的孩子多，从小就对你照顾不够啊。以后你上大学找工作，我们都没能给你帮啥忙。嗯，现在我们都老了，想给你做点事儿，趁着我们现在还有精神，帮帮你。爸，我挺好的，我不需要。你觉得你现在生活得很好？嗯。你觉得孙素英咋样？你什么意思？啥？啥啥？你不知道我说的啥意思？他人不错，文化程度有点偏低，我们没怎么聊过，交流不多。不太了解。算了算了，这天底下的女人没有一个你能看得上眼。今儿就咱爷儿俩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还想着杨林燕？昨天我看见杨林燕了。你昨天见着她了？我妈介绍的那个相亲的就是她。这她也征婚？她怎么不能征婚呢？那你们都说了些啥？你昨天喝酒就是为了他？爸，我知道喝酒不对，贪杯不对，我也会注意的。这酒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您以后也少沾点啊。那这么说，他对人家小孙不满意呀？不是不满意，我是看呐，他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。但凡他有一点意思，也不会等到现在。哎，这老大怎么一锅酱子想不清楚啊？啊，人家小孙多好啊，
那小孙是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，能找上他，那不是建国的福气吗？嗯，咱不能再急了，得一步一步的来。昨天乡的那个人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，人家也没给我打电话。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过去问问。哎，算了，别打了。怎么了？我问过大小子了，没戏。哎，干啥？我不做饭，咱俩喝西北风去呀。哎，大妈，大爷，来个肉夹馍。这师傅啊，这丸子汤，我光要汤不要丸子，能不能便宜点啊？不行。给您5块钱，找我1块钱。什么事儿吧？我马上要借调上海去一段时间，房子空着，你跟爸妈住过来吧，起居都方便一些。你们有房子住？我可能要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们的。什么？搬走啊？本来在走之前应该请你吃顿饭的，那现在时间太紧了，待会儿就打包了。建国，妈，你刚才跟我说要搬家，你要把我们俩搬哪儿去啊？不是把你们搬哪儿去，是咱们一起搬到以前的楼房去。那燕子，那杨丽燕上哪儿去啊？她借调到上海一段时间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他早晚要回来，你让我们老两口来回的折腾个啥呀？是啊，是啊。这儿吧，上厕所不方便，晚上天冷，前两天您不是起夜差点感冒了吗？哎呀，那算个什么呀？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打包，后天我到杨丽艳拿钥匙。来来来，师傅，就这儿。这里边啊，来把东西搁这儿吧，啊，慢点慢点，图太大了，哎，好，靠里边一点啊。小孙啊，你们这干嘛呢？哎呀，大妈，你别过去啊，那边土太大了，啊，我找了几个工人，把这儿啊改造一个卫生间，这样你跟大叔晚上起夜不就方便了吗？不，孙大姐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哦，大叔和大妈不是喜欢住平房吗？就让他们住着呗，这样改造出个卫生间不就更方便了吗？小孙，你想的真周到，我们又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大妈，你看你说的，现在像你这样能为老人着想的人不多。孙大姐，
这是500块钱，修理厕所的费用算我出一半，其他余的我过几天再给你啊。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我不要。哎，你。咱们老大太不通人情了，哪能当时就把钱拿出来呀？哪怕等以后修好了慢慢再说。我当时都不好意思看小孙。那你就没有说几句什么？我说什么呀？啊，我说给，太不领小孙情了，太不给人家面子了。我说不给，其实那厕所是为咱们修的，咱们应该给。啊，你说我怎么说？我说点什么？我真替小孙难受。小孙对咱们大小子是真有意思，可惜咱们大小子不接茬儿。回来了，老大回来了。慢点。建国。你上来一下。好好说，别生气啊。爸，有事儿啊？啊，来，坐这儿。爸，听说你挺有钱。那就给我们每月开点生活费。那是应该的。啥应该的？你就真的不理解人家的心意？人家孙富颖这样对你，哎，你咋就那样冷着人家呢？啊？爸，我不想欠人家情。您和我妈别再撮合我孙素颖了，别说我现在不想找对象，我就是想找，也不想找孙素颖。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嗯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你没听大小子说，要找也不找孙素颖。臭儿子，他这么说是对小孙不了解。咱们是不是制造点机会，让他们俩多接触接触？哎呀，他们俩是一个要上班，一个要看店，哪有时间呢？哎呦呦呦，是我！哎呦，大妈，快去吧！哎，这院里修个厕所就是方便，比公共的干净多了。我们呀，这都是沾了你家的光了。老头子，你晚上陪我到城墙根跳舞去啊！哎呀，我又不会跳舞，凑的啥热闹？哎，凑的就是热闹嘛。我整天跟你在家里的闷着，腿脚都软了。啊，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哎，人跳舞都一男一女搭着伴儿的，你不去，我跟谁跳啊？啊？建国，你妈跳舞没舞伴，你陪着去啊。人真不少呀，啊，应该学一学。我呀，年轻气儿。妈，您年轻时候是不是跳特好？我都三四十年没跳，不成不成，都喜欢看。你别看时间这么长，您没跳，我觉得您要跳起来肯定特棒。难说，所以我让你陪我来呀，看看。
尝尝，啊，多好。妈，啊，您吵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我都看着。您不是想跳舞吗？是啊，跳吧，啊，跳。喂，你跟我跳。不不，我就是来参观的，我不跳。您跳，哎，我给你找个舞伴啊。哎，要跳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哎哎，大妈，你哪儿去？大妈，小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建国一块来的，啊，我们远处看你跳的可好了。哎呀，我哪会跳啊，瞎跳。教教我吧。哎，好啊，来，咱俩跳。来，其实一点都不难。我这可是有几十年没跳。挺好的。啊，哎。让他过来，过来跟你跳。哎呀，大妈，你教教他。来，建国，建国，快点，我把小孙等着。你跟小孙跳。我不跳。我跳一会儿就累了。你这都把这老师都给你找来了，跳跳，你跳跳，你总比关在家里喝闷酒强。小孙，你教教。我是。哎，来吧，马大夫。去。其实没事儿，没那么难。来，哎哎，放松，对对对，哎哎，是不是挺好的？上大学的时候，就说怕死，半午睡我都不敢。这手要这样，嗯，哎，别太高了。这样。哎，你看我脚啊，嗯，1、2、3、2、3。哎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就放松放松，哎，你感受音乐啊，哎，真的。如果要这样的话，明天早晨你的鞋可就没法要了。哎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来，你看你看，你听音乐就行了啊，感受节奏。这样，嗯，你最好再找一别的舞伴。抱歉。哎，水，哎，水，哎，建国，渴了吧？喝点水。他干嘛去了？走，走了。这孩子，你看看这孩子。哎，没事，大妈。你看看这孩子，说是陪我出来跳跳舞散散心的，自个儿先跑了。回去我得说他。哎呀，千万别，大妈，不喜欢跳舞啊，也别勉强。啥事儿啊，勉强就没啥意思了。小孙，大妈明白你的意思。既然这样，索性我就把话说开了吧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大妈，有啥话您就直说呗。我们家大小子的情况你也知道，现在就一个人，我跟你大叔又不能长期住在这儿，他一个人太孤单了，得找个伴儿，互相有个照应才好。嗯，我们看来看去的，就觉得你最合适。只要以后你们两个能在一块儿，我们就放心。大妈，其实啊，到了我这岁数啊，也不图个啥，就图人厚道一点儿，到老了好有个依靠。其实我一直觉得马大夫这人啊挺好的，自打他搬进我这个小院啊，我就发现了他人可实在了。可是这种事儿吧，是相互的。不想勉强别人，大妈，您别说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这么看重我。可是啊，感情这事儿吧，还是顺其自然的好，您说是不是？是是。你说说啊，人家小孙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嗯。我还能说什么？看来他们俩这事儿啊，还真成不了了。哎呀，
那等他回来了，你再问问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建国，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啊？就喝了一点点。马大夫，你不是说不喝酒了吗？你爸爸要看见你这样，又得生气。大妈，别说了，快让他进屋吧。好点吗？没事儿，等一会儿试完表，把这碗面吃了啊！哎呦，大妈，让您受累了。看你说的，还挺烫的，还好。别怨你大叔，我说他了。哎呀，大妈，怎么会呢？大叔他又不是故意的。喝口水吧，这水温着。哎，真是的。让你平白无故的替建国挨着这么一下子，这什么事儿啊？差不多了，把表拿出来吧。哎呀，这不戴眼镜真是看不见。我来吧。多少度了现在？没事没事，大妈不烧。我看不什么不烧，我刚才还挺热的呢。哎，建国，干啥去？上班啊。哎呀，人家都为你病倒了，你也不去看看啊？去，也替我赔个不是。建国，我没戴眼镜，你看看这个表。啊，给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别拉我！哎，行行行。妈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我起来。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。事儿，盖好被子。37度，有点低烧。我下班回来的时候给你带药回来啊。这昨天这事儿。
真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我上趟街。干嘛去啊？我给小孙买点药。吃了，哦，那个是中成药，可以多吃两天调理一下。真不好意思，你看耽误你上班了。因为我你才生的病，我应该说一声对不起。你看你除了对不起你就不会说点别的。其实这句对不起也并不光是昨天晚上那件事，最近我父母可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，引起了你的一些误会啊。还没出来，有会儿功夫了。哦，